卢俊宏台长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是1954年属马。1954年属马。啊，我的腰骨啊，每天痛的后尾，晚上不能睡觉。看见了。嗯。你这匹马不单单腰椎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因为你这个腰椎间盘呐、已经凸出来了，台长看到。啊。对不对啊？对，非常对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能躺着睡的，你侧过来就没关系，好痛痛的好一点、对不对啊？对。那我现在还看到你两个问题，第一，你的关节也不好。对。第二，你的眼睛很干，很不好。对。而且你还掉头发。对。哎呀，回答这么干脆，台长帮你多看看啊。哎呀，啊，你的喉部啊，经常咳嗽，喉咙啊干痛。对。我已经做了33个小房子送给我的药精者了。我看看啊。你有一个药精者，是一个大眼睛，一个女孩子啊。啊，我想可能是你掉过的孩子，听得懂吗？ 我没孩子啊。你没孩子的话，你不当心，或者你妈妈的孩子也有可能。你妈妈一定打胎过，如果你没孩子的话。我妈妈往生了。我问你呀、啊。哎呀，往生不是你妈妈在的时候生打胎的孩子呀，傻姑娘。哦。往生还会生孩子啊？他妈叫鬼生孩子。哎。对不起，傻姑娘啊！对不起，我跟你讲啊，台长看看，你说你没有孩子，台长刚刚看，刚刚看到你有过婚姻的，你有婚姻的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啊，只不过可能不好了，啊，对不对呀、好像没有哦。你有没有一个谈恋爱谈过1年以上的？没呀。再想一想，我帮你看出来这个啊，啊，年纪比你大，啊，脸稍微有点圆，偏胖的，个子比你高半个头，你对他很好，你跟他感情很好，说不定是你一个，我不敢讲啊，你一个人的是吧，在这里，你现在有我老公有来，好了，这不叫婚姻啊。哎，这个人真的是的，哎呀，又考我了。哎呀，这个人，你们知道台长上次在沙巴，有一个人跑上来问我，说卢台长，你帮我看一看，我的胆痛了好长时间了。结果我看了，我说你没有胆呐、对，台长，我把胆割掉了。你看你今天又来一个考我。对不起。对不起，你们这么考我，我告诉你，台长不怕考的，因为我不是 BBQ。我不思考啊，我。傻姑娘，告诉你，还有颈椎痛，颈椎啊，脖子不好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有肠胃不好，吃东西不长的肉的。对。啊，再要讲下去就麻烦了，一生都讲出来了。妇科也不好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再往下看，关节也不好。对。再往下看，脚气。整天抽筋，脚抽筋。看见了吗？啊，告诉你，你麻烦嘞，你赶快念小房子。我念30章了。你知道人家念多少章啊？3000章都不多，你30章，傻姑娘太少了。爷，我每个星期都有做小房子。好好念。对。好吗？好。我现在帮你看看啊，台长帮你治一下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啊，看看你回答这么干脆，台长帮你加持一下啊。那你一会儿。身上就会发热了，脖子这里开始，
有感觉吗？有。热不热啊？热。现在再动动看脖子，动动看松不松啊？松。你是马来西亚的吧？对，我是马来西亚人。哦，很好，好好念经啊。有，我每天都有念经的。啊啊，你好好念，我告诉你，啊，你的腰应该有点小问题，经常要泡脚，啊，好不好？放点黄酒，啊，好吗？好。然后呢，念大悲咒，念完之后两个手搓，搓完之后这么自己搓腰。每天搓30次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啊，没问题的，你这个。台长还可以多问一个吗？多一个亡人吧。我先生啊，他心脏有问题，啊，1954年嘛。一般只能问一个的啦，啊，但是呢，你呢问亡人嘛就可以了，但是问先生，要么就问一个问题吧，啊，先生是吧，啊？只能看一看，只能看一个心脏 啊，我不能给他看太多的。啊，几几年属什么？1954年马。属马的是吧？对。54年的马，嗯。啊，他心脏是老毛病了，而且他家族里边有人心脏病。对。遗传的。我告诉你，先生人很好，脾气不好。对。我话还没讲完了，你先生的脾气不好都是被你气出来的。对。他说对。你记住了，叫你先生不要再吃太多活的东西了。没了没了，没事了。不吃了是吧？啊，对，我叫他不吃了。好，我们开始念经许愿放生，没吃活海参的。好，初一十五吃素行不行？对，吃素很久了，小小就吃素了。吃全素啊？没有，初一十五。讲的好像吃全素一样。哎呦，对，我吃素了两天。哎呀，没什么大问题了。啊，OK。好吧，你先生，我告诉你，你要记住，等到年纪大的时候，他这个心脏现在血管呢，我看他流量不足，血流到这里头就流不住，所以他手会发麻。对。所以你要让他吃丹参片，然后还要给他念小房子76章。76章。好吧。好。其他没什么大问题。啊。暂时还死不掉。啊，嗯，谢谢台长。